蛋糕是这样做的吗？和你说过多少次了，面粉和调味料不是这样调配的。你以为放多了就能做得好吗？从小到大跟你说了多少遍，要用心，注意每个细节。不要以为用了最好的材料就可以做出好的蛋糕。所以说你们年轻人就是天真，想一步登天。你看你看，调配的比例又错了，顺序也错了。唉，发脾气能把蛋糕弄好吗？弄不好还想卖给顾客吃，你对得起顾客吗？你没有心做你就别做，自己出去找你的事业，找你的所谓梦想，别再浪费你的青春，浪费掉我的好食材，你不配做个好的蛋糕师。这十几年来，爸爸每天都在骂你，都是在为你好啊。你应该明白，爸爸是不会永远陪伴着你的，以后要靠你自己撑起这间店。爸爸真的希望一直陪伴在你身边，提醒你，照顾你，陪你度过每一个喜怒哀乐。但是以后的路必须要靠你自己走。这是要送给妈妈的，当然要用心做啊。我长大后也要像爸爸一样厉害，自己做蛋糕给爸爸妈妈吃。要记得，爸爸对你永远有信心。你要加油，要把我们最好的蛋糕带到每家每户去。你永远都是爸妈最好的孩子。